咁而家咧，防暴系叫啲現場嘅人士向後離開啦。小心啲啦！現場係銅鑼灣東角道一帶啊。人都嚟襲幾開啊！驚到佢哋，尋晚有少少少，尋晚已經喺度布防啦，都笑撚咗。歡迎大家嚟到大大俱樂部啊！多謝啊！系，而家就离开，唔好企咁紧，唔好记者。唔系啊，多咗噶啦，唔好记者啦，前面记者唔该。等等，唔该记者，开始行街。咁现场嘅防暴人，而家现场嘅清洁队咧，就不停就驱散记者啊。咁我哋就由东角道咧，就俾人推到嚟呢度 ，Sogo 差唔多过 Sogo 噶啦。睇住，現場係銅鑼灣東角道一帶啊。咁咧就有唔少嘅防暴人員咧就已經要駐守噶啦，歡迎大家就收睇《大大俱樂部》啊！大家我係米奇啊，繼續為大家直播5月24日啊，銅鑼灣 SOGO 正門嘅現場環境啊！係啊，咁今日咧就有市民啦，佢哋就聲稱有市民號召啊上嚟遊行噶，但係即係佢哋就應該揾唔到有號召人噶，咁我就唔知有咩人號召啦，佢聲稱有人號召嘅啫。咁咧，現場警方就應該係即將會到起藍旗啊！係升旗禮，係東角道藍旗啊，銅鑼灣軒尼斯道藍旗。報警報警報！而家你哋兩邊開兩棟，兩棟人多兩棟。否则就会进行拘捕啊！咁就话叫啲现场嘅人士咧，如果唔离开，就会采取呢个执法嘅行动啦。现场就铜锣湾 SOGO 对出啊，坚尼斯道啊，就举起个蓝旗啊！咁咧，見到佢哋落咗呢個亞俊噶，喺軒尼斯道嘅同銅鑼灣 SOGO 交界。唔好阻止佢打路啊！守法先啊！第一樣嘢啊，遵守翻香港法例先，唔好阻住其他嘅道路使用者。你啲火警拱我出嚟喎！啊，裏邊啦，安全啊嘛！上翻行路啊，唔該。係，上翻行路。系食，咁现场咧就继续东角道啊人民力量街站对出啊，咁咧佢哋就分别喺东角，咁我就翻东角道啊，尝试睇下可唔可以入一入翻东角道先啊。由于现场人流众多啊，我就将个 cam 尝试校翻低啊，大家唔好介意。唔该。咁就避免影到其他人士啊！現場都人流相對比較繁多啊，影到邊個都唔好啊！
現場咧就有應該有物資站嘅物體喺度。系，咁我就繼續影住大家嘅腳，大家唔好介意啊！唯一出路，現場有市民高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嘅口號啊！亦都有人開始係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啊！全黨死清光，全黨死清光。現場人流眾多啊，有唔少人咧都被迫係即係行咗出馬路噶，因為行人路企唔到咁多人啊。哎，我哋就好期待放 TRT 四呢個 moment。哎，繼續俾大家睇一睇現場嘅情況啊。咁現場純光百貨係繼續藍旗噶，而家咧將大家即係將記者紅海分開嘅防暴都開始。幾句圍到幾曬遊行就好自由。幾句圍護幾曬遊行就好自由。咁咧我就唔知系咪冇钱买咪啦，支咪咧就细声到冇人听到嘅，可能呢排就嘅风声紧啊，冇人肯收货，咁就卖唔出啲冰毒啊。欢迎大家嘅支持蛋蛋俱乐部啊！大家有 PayMe 啦、转数快啦、银行过户啦，同埋可以现场现金噶。唉、哎，以前都系市民嗌啦，佢支咪冇人听到，佢讲乜嘢啊？Speak louder！ 有外國人就同佢講英文啊，叫 speak louder， 佢話 I can't listen 啊，咁啊相信佢都聽唔明噶啦。I think he don't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我收到感謝制喎。你哋警告啊警告！你哋而家收到呢個公眾樓、公眾樓下唔係曬呢個檔，喺呢個邊個邊個樓下唔係曬呢個檔，呢個係之前。佢又戴警署警，sorry， 佢刑事警察，現場就騷動，有感謝制嘅，有唔少嘅市民都嘗試上進入礦物啦，但係就係未有防暴貨即係批准入去噶。你破壞咗大家嘅記者同埋警察工作關係。我唔知佢指邊個啦，你咁多人。你唔可以設計俾人走啊！如果破壞記者工作關係，你肯定冇呢個人。喂，講嘢。我喺蘇豪正門東角道。你揾唔揾到人民力量街站？你去人民力量街站啦，一個啊！打你人民力量街站见到，我见到蛋糕，我见到你哋啊，我见到蛋糕啊，我教翻你，你唔好喐，唔好喐，我见到你，我见到蛋糕，你叫蛋糕唔好喐。喂，唔该。現場人流眾多咧，咁就未能即係市民都上唔翻行人流啊！係睇住，喂，做乜事啊？我知嘢啊！呢支咯，唔係呢支啊！我知，我真係搞唔掂啊！完全即
咁啊！而家見到咧，現場咧開始咧越嚟越多人啦。咁啊，香港人，你瞓醒未啊？香港人，瞓醒就出嚟行街食飯睇戲啦，係啦，振興香港經濟旅遊業啊嘛，係咪先？咁啊，講到咧 ，Sogo 咧今日都有啲折扣優惠啊，一年幾人，咁啊都幾多嘢睇啊 ？Sogo 又有啲折扣優惠啊，咁樣樣嘅狀況，咁啊。唔好執書啦，咁就即係你知啦，啲平嘢咧就好撚多人搶嘅。你一執書咧，就冇曬你想買嘅嘢噶啦。咁啊 ，Sogo 嗰度咧應該有好多日用品咧都係有折頭噶。咁啊，祝所有香港人咧今日都能夠平平安安啦，係啦。兔仔打頭，我打中間。头唔知未开始啊，打一头一中间一尾啊！阿碧同崔神影相，他俾接夜晚，佢阵间一起就行，起就行噶啦。唔该晒，好，呢个交翻俾你。你打未啊？我去中间。我买少少嚟啦，得你慢慢。系，欢迎大家收睇蛋蛋区乐部啊！嚟教翻低支 cam 先，继续费事影嗰啲唔应该影嘅嘢。咁啊咧，现场就人流众多啊，即系避唔到咁多个，咁我就影住佢哋只脚算啦。系，大家睇住人脚。有啊有啊 ，part one 我打咗，但系我冇落边个 shot 咯，唔识整嗰个。我放咗，我是打咗钱嚟啦。前面啊喂，开个麦嗰度啊，蓝旗嗰位啊。咁其实喺呢个位置，我完全听唔到警察嘅 announcement 噶。我唔知佢哋系咪真系个麦咧，系即系太旧冇钱换啊，可能穷得滞啊呢排。即系又要买水炮车啊，又要买其他唔同嘅嘢啦，咁就冇钱买麦嘅反而。咁现场咧亦都有抗疫嘅物资站啦，欢迎大家系自行领取噶呢度。咁就位于人民力量嘅街站，就系呢个抗疫嘅物资站啦，有消毒啦、口罩啦等等嘅嘢可以自己攞。现场继续系有市，即系唔少市民高呼口号噶。咁相信咧，只队尾咧我都揾唔到啊，暂时有啲遥远啊。你都有被用完即棄的封鎖線啊！哇！條封鎖線咧，大家可以見到啊，其實都挺長噶，有啲有興趣。用完即棄啊，阿俊。現場就唱起願文都歸香港啦。大家好啊，我米奇啊。
完全好唔得支持啊！sorry， 咁我就而家行紧你双手队尾嘅位置啊，但我都唔知喺边啊，不起任何插啊，唔该。铜锣湾地带队出。哇！现场其实都唔少嘅人士啊，即系都几多人嘅，真系。我就尝试行翻去队尾啦，而家咁现场嘅人士系有，即系唔同国籍都有噶，只要我哋香港人都行出嚟噶。咁我而家就揾个队尾啦。睇住。咁咧，佢後面咧就係圍院啊！咁其實咧就佈咗大量嘅防暴喺度啊！等啲再 show 俾大家睇下味道啊！咁我而家咧，我哋就即係分頭行事啦，開始咁就我啦、兔仔同蛋糕咧就會喺呢個地方做呢個銅鑼灣嘅直播啊！直播主呢個今日5月24日啊，反呢個惡法啊、國安法啊同埋呢個國歌法嘅大遊行啊！相信咧就應該起唔到暴住嘅，暫時人太少啊，你即係都起碼少到相應嘅行車線啊，所以點解都唔塞住嘅。今日咧天氣就即係有啲太陽啦，亦都有陣陣嘅涼風啊，咁就相當適合遊行噶。咁我而家咧就行緊入圍院附近啊。哇，好撚熱啊！喺度圍院就，屌你個閪！大家見到啊，圍院入邊啊，有大量嘅防暴喺度噶。咁啊，相信有機會係即係沿住呢條咁嘅道路大馬路啊，就直接衝咗出去，可以做一個大圍抱啊。咁相信應該呢度就會係啲遊行出發站嘅隊尾啊，即係呢度就應該係百德新街附近啊。咁佢哋咧而家就討論緊咧，即係指手畫腳啦。啱啱就應該就即係討論緊個行動位置啊，同埋方向啊，同埋分配下啲人手啊。因為相信佢哋即係 PDU 大隊咧，就由幾個唔同嘅環頭組成噶。即係譬如可能九西 PTU 啦 ，PTU K 即係 PTU Y 龍西咧，主要由九龍嘅部隊組成啦，即係類似咁啦。當隔舉個例啊，我唔知係咪噶 PDU Y 可能就係油尖旺啦咁樣。咁三個大局就即係組 PDU 部隊組成嘅一支大隊啊，可能就更加牽涉更加多唔同嘅環頭啦。咁啊就唔知四支，唔知有幾多隊 PTU 大隊啊？咁佢哋有百零人啦，咁就應該係由唔同嘅環頭組成嘅。咁啊，而家就有所行動啦。啱咧就見佢哋應該蠢蠢欲動啊！現場咧亦都有大量警車喺圍院對出度即係聚集啊！行動啦！佢哋手上就拎住阿俊啦，依清潔龍阿德就開始活動啦，鬆鬆筋骨啦，咁我哋就按全場直擊噶，咁我哋就開始移動啦，咁。現場就應該相信會落支嘅 check 啦，封咗線噶。咁啲車咧，我就唔知佢哋會預放行啦。我暫時現場未知啦，佢哋係點樣落條封咗線嘅會？後面就仍然有車輛係排緊隊等住過呢個燈㗎，佢就打橫佢封一條行路嘅啫。
好好好，朋友，冇问题冇问题。系车辆就获得放行噶，而后面咧都有继续系仲有即系一半到嘅PTU 喺上面噶，即系防暴啊、清洁龙队继续喺上面维园啊。stand by， 而隔篱咧加一队冲紧过嚟啦，唔知阿啲会唔会喺呢个港岛区上演嘅冲劲杯啊？咁你而家就应该系即系讨论紧个 check line 点样拉嘅应该。诶，继续，大家见到啊，其实就大量嘅防暴过嚟增援噶啦，其他小队亦都开始相继行动啦。诶，系咁要跑两跑先，装个 B 先。一二一，我帮你配音啊！一二一，继续，系，好似咧有浅集咁啊！成日讲惊死集唔切咁啊！咁突然之间就有超过20名防暴就喺呢度聚集，我睇后面仲有冇先啦，有我就唔走住，相信后面就应该冇晒防暴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应该会喺度落封锁线嘅。过翻对面马路睇睇咩环境先。现场就继续争论紧，封锁线应该点样落同放边啊？咁啊，继续行后少少先。咁啊咧，啲人俾人驱赶噶啦。咁咧，其实后边咧，即系咁，即系呢度其实百德新街应该系冇记错，应该最主要直出咧就应该百德新街隔篱嘅。咁就系其实就有应该系呢度行唔到车嘅呢一个位，即系大量服务警员都企咗，就相信就唔会俾车通过噶啦。咁即系如果沿住啱东角道转出嚟嘅车辆咧，就应该唔会喺呢度行驶嘅，即系穿过去对面啦，维园嗰边嘅。咁、就有防暴警员就叫即系啲警方就即系撤翻嚟马路啦，上翻行路噶，避免影响车辆啊。咁其实现场你都见到咧，啱入如果防暴警员唔走咧，其实系有车辆系会喺呢个位驶出噶。咁我哋就全部都戴翻晒头盔啦，已经。咁咧有防，即系有警员就开麦啦，就跳翻，应该喺某一队嘅小队就翻去喷水池位置噶。咁就有需要嘅时候就再即系出翻嚟就协助呢个现场嘅情况处理啊。现场告示打到啊 ，sorry 嘅，现场告示打到队出一大。欢迎大家去收睇《蛋蛋俱乐部》啊！大家好，我系米奇啊，继续为大家跟进呢个5月24日啊，铜锣湾大游行啊，即系流水式嘅大游行啊。咁咧，我就会喺队尾啊，就队头就由阿麦兔仔啦，或者蛋哥系自己针掂噶啦，我就会队尾负责噶。欢迎大家用 PayMe 啦、转数快啦、PayPay 啊，同埋呢个银行过数或者现金喺现场的方式咧，去进行呢个支持噶。咁現場咧就有市民舉起天滅中共嘅，告示打到同维园交界，有市民举起歼灭中共嘅旗帜，与防暴警员位置重叠。
咁告示打到咧，現場都係大量嘅防暴啊，係企喺度長住都原封不動嘅。咁咧，我就繼續即係可能嗰一個對面話基利佐治街啊 ，Great George Street 啊。咁你繼續睇睇翻啦，其實呢個位咧，大家數一數咧，超過50個防暴噶啦。咁相信啊，呢有機會係沿住呢基利佐治街衝入去東角道噶啦。咁呢個衝勁杯咧，我都唔知頻頻都答俾大家睇噶。咁今次咧，影完應該係首次喺港島區遊行啊，喺呢個位置做布防嘅啫。以往啊，呢個位置都唔會有防暴警員駐守噶，可能真係即係新人士新作風啊。咁喺新官上任咧之後，就第一次就喺呢個位置進行布防啦。唉，唔好理啦，咁佢哋都係啲五毛啊，主要都係啲過期嘅 VPN 跳過嚟睇 Facebook 直播啊，真係唔使理佢哋啦。夠鐘我哋自己會走噶啦，收皮啦。咁啱啱喺東區走廊啊，其實都有即係警員係封鎖出成條落嚟穿落嚟銅鑼灣嘅中線啊、慢線中啊。西行線一帶啊，咁就將三線變一線啊，方便做呢個截查。咁我未知蛋糕有冇開台住啦，咁我而家就應該兔仔開咗台，我開咗台嘅。大家好，歡迎收睇蛋蛋俱樂部直播，現場係5月24日，銅鑼灣。行去灣仔商圳廣場大遊行，反對惡法、反對國安法、國歌法嘅遊行。係啊係啊，今日我哋係咩出嚟遊行嘅？但係啲黑警又阻住咗成條路啦。蛋糕好似食緊飯啦，而家咁我又食咗嘢啦。阿 D 應該先再食嘢啦，即係做完嘢先食啦。咁防暴警員就閂土啊，就退翻噴水池位置啊。张家琪啊，蛋糕应该晏啲开台噶，期待下啦。今日啊，啲黑警咯，又封晒路，唔俾人落嚟铜锣湾啊。今日收狂感谢祭噶嘛，明明我都想去 shopping 噶，佢啊都叫唔俾人收狂咯，扑街嚟噶。人哋感谢祭生意好噶嘛，你竟然封咗成个收狂，黐捻线噶。啱啊，阿 JC， 咁啱啱啊，佢哋應該就即係近期就因為風聲緊啦，冇人肯接收佢哋毒品啊。咁咧，佢哋支喇叭咧係冇聲嘅，即係佢哋開麥 announcement 咧就叫人散去，但係成場都冇人聽你講乜春噶。咁現場就遺留咗一地嘅文宣啊，咁我哋就執翻佢先，即係唔好製造垃圾啊嘛，大家都知噶啦。唉，即係作為一個良好市民，見到地下有垃圾，我而家執翻佢嘅。咁咧，我哋就要俾條友接收翻佢啦，系俾翻後邊嗰個木嘴先。哎呀！你噴水池防暴都散去上翻車啦。咁就上翻呢個喺啱啱停泊咗喺應該係告示打道嘅幾輛嘅豬籠啊、EU 啊咁樣，先上翻曬車噶。噴水池位置而家係冇防暴噶，俾大家睇睇先，清晰可見啊！即刻真係舒服曬啊！成件事。咁我就上翻前面先啦，佢哋應該會重新做一次布防噶啦，啲。咁其實現場嘅人流啊，真係眾多啊！咁啊，呢個基利佐治街啊 ，Great George Street and Row 啊 ，Street 就即係都企滿對出去到 Soho， 即係
Sogo 前少少嘅位置都已經係爆曬人嘅企到。唉，唔使屌曬老母咁啦，大家即係佢哋都啲五毛最中用啲咩？免費嘅 VPN。佢呢到時到後呢就會自己冇咗我即係冇得喺度留言㗎啦，大家唔使同佢嘈啦。咁咪就嘥時間啦，五毛最中意係咩？免費呀，佢哋有 VPN 都要免費㗎嘛，嘈嚟冇意義啦。即係五毛呢大家就唔使嘈，即係同佢講得都無謂呀，八毛都唔實際呀。因为他们的免费 VPN 迟早都用不到的了，即是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哎，不好意思，白德新界这一边现在出去看看，不知道白德新界的布防情况是怎样，都是有大量的防务驻守的。是啊，虽然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到米奇的新闻会蛋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米奇，今天我们有什么任务啊？我们今天是要去铜锣湾行游行啊，摸到耳仔啊，讲好嘢。咁呢今天暂时都未见到少年警讯，搞返低条 cam 先，前面人士都比较多啊。咁呢就睇下呢边嘅布防情况啫，冇乜特别呢，就返去听人嗌下口号啦。咁最好就得入 Sogo 量下冷气啦，天时暑热有冷气就最实际嘅，讲多无谓嘅真係，量下冷气就掂撚晒啦。咁呢佢又着住长衫长裤喺出面呢做热狗，我哋呢就去打晒冷震，咁想着风褛。咁現場就百德新街一帶就未見有任何防暴布防㗎。咁再前少少呢就係呢、這個上去東即係東區走廊嘅道路嚟㗎。哇好冷熱呀，你甩住件反光衣都真係幾焗㗎原來。哇这个好冷正啊，好冷凉啊，搞到我完全不想走啊。哎，大家不要介意啦，没人看就走晒，那么多人免费影响人家就不好啦，不是个个都想上来弹弹俱乐部出镜的嘛，是不是？发现有狗狗，发现有犬只，小心狗出没，狗出没注意啊。现场就发现一只松鼠狗啊， BB size 啊，即是同正常男即是人类的婴儿差不多大小的松鼠狗啊，应该是。当然啦，训练有数的嘛大佬啊。不训练有数怎出来开台啊大哥，你估话开就开咩？咁现场啊又返东角道啦。咁即係人民兩街站附近啊，都係 Ray George Street 啊。咁呢我哋又唔似啲黑幾實識你有呢度嗰度㗎。唔該晒。咁現場呢就市民係佢用良心對抗子彈嘅文宣啊。咁呢我就即係呢度人流眾多啦，但係隊頭都係仍然未開始出發去行㗎。咁今日呢就网上即係根据黑警关系科呢就讲话有人喺网上号召有人係非法集结㗎。但係呢现场呢就有人民力量摆嘅呢个健康抗疫街站啊。咁现场应该开始就天尼斯道啊，就话係即係出咗马路㗎啦，原来唔经唔觉。咁我就即係继续都係咁样㗎啦，今日全日应该好多时间都係咁样㗎，大家想就下。太多人在现场，哎，唔该唔该唔该，看住啊，小心啲，小心啊，大家小心。咁现场都有唔少嘅人士系着穿上黑衫㗎，
喎，唔少都係即係後。誒，現場有市民大叫吞口啊！我哦，如果太硬，真係幫佢唔到啊！咁現場咧，就有市民大叫退後啊！我就繼續打上前線啦。係。呢個眼出入去喎，先。呢個我入去喎。你有得搞真冇用噶喎。咁我就而家人流眾多，前面都唔方便影上嚟啊 ，cam， 可能大家都有啲介意啊。咁就唔使緊張，我係米奇啊。咁相信前面就應該有啲保安房啦。站到喺而家高速退场啦！咁退场嘅而家。以前就有市民呼吁黑衫嘅走先啦。现场有人举咗呢个 T 字枪啊！佢未叫黑旗噶。睇住睇住，现场嘅防务就不断叫自己让开啊！好危险啊！前面好危险，慢啲。未知佢会出一发式催泪弹啦！快啲啊！现场咧就有呢个陈洪秀嘅社工喺度啊！現場是有社工陳洪秀在這裡不斷翻來呼籲你們不要發射出去打了，現場人流眾多，有沒有其他市民啊？咁後面咧就未知咩事啦。後面嘅市民係高速咁散去噶。咁咧，防暴就未舉黑旗，但係不斷拎住胡椒球彈啦，同埋呢個催淚彈嘅槍噶，就舉住噶。咁啊，社工咧就同佢講咧，如果你一發射出去彈咧，就會都影響附近居民啦，同埋一啲後面未接到嘅，即係普通嘅市民啊。發射出去彈啦，現場。等等等等，得唔得？哦，拎一拎住，係 keep 住機啊。我是接单，我不是我接单。
先我上嚟打啦，咁而家睇下情况啦，乜情况啦？咁啊，有所知啊。我而家追紧佢，打我啦！先啊，咁咧而家就啱先上啲牙啫。黑心嘅市民都系咁多咗啊！咁應該就有人幫我孭低咗身份證號碼同名啊！咁我就先離開俾其他行走客啊！咁咧現場就啱啱係即係天尼斯度快速嘅推進啊！咁就一名市民係被即係發被告啦。就見到佢咁咩咁咧，係咪上 D 牙噶？好英勇咁樣，未上任何 D 牙噶，但係腳步浮浮啦。啊！點做差人啊？咁肥嘅？上。
冇事啊，冇事啊，大家放心啊，我 OK 噶，我 OK 噶，我冇事，我冇事。现场就一名被捕人士啊，但系。咁就有嚟警员就叫负责执翻人啦，带住全部人就出街嘅。等埋啦，得啦，等埋，唔该。咁我哋嘅快车已经有防到啦。歡迎大家進入新一集俱樂部啊！大家好，我係米奇啊，有啲攰啊，同埋帶住嗰啲舊六零，即係八零零啊，同埋你都有啲辛苦啊，啱啱上都唔得住啊！咁啱啱咧，防暴警員就喺冇佢任何黑旗嘅情況底下，直接就放出去打啦。咁啱啱咧，防暴警員就沿住呢個軒尼斯特快速推進啊，咁落去銅鑼灣呢個越環形嘅天橋度啊，就停咗。難過打過開台的了，他快可以照看清楚快去開台的了。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達達俱樂部啊，那我們現在扮不到米奇箱子的了。現場有不少防暴都隨機啊，你 OK?咁樣我問下啲伯伯睇下會唔會審得上一審眼啊？咁樣啱啱咧就冇任何意思，即係放出去等啊。咁我就放低啲嘅咗先。繼續啊！歡迎大家收睇《達達俱樂部》啊！咁現場咧就係軒尼斯特一帶啊！咁防暴警員咧就落手唔少嘅防護咗線啊！大家見到啊！咁示威者就即刻散去噶啦，鎖定圍棋啊！現場的人流咧，呢個手雷彈之後，明顯係減少咗。
上面有事发生啊！冲警杯之后啊，呢场系有太多嘅杂物散落地啊！全部都除曬啲人啦，都係戴翻口罩，或者索性口罩都唔戴嘅，應該都係跌咗啦。得得得，歡迎大家。多謝上到嚟上行路嘅周末人先講出面啊！我哋叫啲記者讓翻個位俾我哋嘅，唔該。喂，我激起民憤啊！現場人士眾多啊！我都唔想望啦，我哋望到啦，唔使入去啦。即係唔少防暴燈喺度啦。哇！好撚攰啊！咁個老味。大汗揼身汗啦，而家。
小心啲翻劇啊！睇下想彈下今日播直播啊！哇，好撚熱啊！做咩？咁啊，而家大熱天仔啊，想講嘢就比較辛苦啊！收咁多先冷嘅。他不需要坑你还懂啊等到你啊！哇！呢件嘢主持唔到嘛？影啦！冇紙巾啦！冇記者打死你啊！出去將我啦！唔得唔得唔得！小心啊！你哋小心！我唔怕拉啊！你哋要啊！我哋唔會收工嘅，你哋小心啫。直接直算啦，呢期。哇！熱撚到你咧！哇！大汗就細汗啦，而家熱撚到啊！咁現場啊，軒尼斯道啊，往呢個應該係灣仔金鐘方向咧，就係俾呢個警方嘅車輛全部即係封鎖曬成條線路噶啦，基本上係冇一個噶啦。我哋啊，黑麻黑麻，成個電炸㗎，好啲啊！仆街啊！殺你啊！殺你啊！白冰冰，殺人犯！白冰冰，好地嗎？系啊，佢自由行，但系唔俾你行咯。呢个警方警告，系呢个罪恶人士。
記者埋花辯啦，會推進嘅，唔該。埋花辯，記者唔該，埋花辯。李仁士，呢度係警方嘅警告，你哋正在參與一場未經批准集會，立即離開。否則，警方會考慮使用適當嘅武力，將你舉手或拘捕。係東角道嘅人士，呢個係警方嘅警告。你哋正在參與一場未經批准集會，立即離開。否則，警方會使用適當嘅武力，將你舉手或拘捕。有記者麻煩你個跟從全部部門嘅指示啊！唔該曬，唔該曬。喂，做咩啊？喂，行啲啊！就係蘇國正門對出啊，伊尼斯打大啊！系啊，两名警员系落单噶。
走。咁而家系咪呢度黑道啊？同埋呢个睇唔到啊咩道啊？每度警啊 ，sorry 啊嘅交界啊。咁咧防暴警员咧就曾经啱喺度发出橙旗啊，应该向区站嘅后面一带落黑道嘅示威者啊。sorry 啊，應該嚟緊咧，旁述都比較少噶啦，因為咧我帶住豬仔講嘢比較辛苦啊。咁啊，現場就落黑道一帶啊，啱警員咧曾經喺度高舉橙旗噶，咁相信咧就係會區港後後邊一班落黑道嘅示威者啊。就有市警员啱就讲啦，叫啲示威者够胆嗌就唔好缩啊！咁啊，后边咧落黑狗带嘅示威者其实已经差唔多全部散去噶啦。咁警员就收翻埋支橙旗啊！相信今日铜锣湾嘅游行都系到此为止噶啦。咁啊，就睇翻阿偏嚟先到啦。哎，好，市民嘅情況。咁啱啱咧，有市民咧就呢個廢物回收屋箱啊，就會做一個超自然嘅現象啊。咁啊，有市民咧係有一個超自然嘅現象發生啦。咁就一個黃木回收箱咧，就唔啱打啦，打出咗馬路啦。
哇，熱撚到你咧，已經出曬汗啦！而家真係大汗揼細汗啊！哇，頂佢個肺啊！熱撚到我啊！咁有市民咧就即係應該係保安員咧就將啲雪糕桶咧就擺翻上行人路啊！咁我而家咧就朝住呢個應該係鵝頸橋啊，係啦，而家就去到鵝頸橋一帶啊，銅鑼灣消防局係嘛，灣仔消防局對出啊。哇！今日熱撚到咧～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米奇啊，欢迎大家收睇蛋蛋俱乐部啊。咁欢迎大家用转数快啦 ，PayMe 啦 ，PayPay 啦，银行个户啦，或者是一个叫做现场可以即时俾我噶，都得噶。咁我哋嘅货金用途大部分都会用翻去添置一啲新嘅器材啦，或者系将旧嘅器材 upgrade 噶。即系譬如可能买翻支收音咪啊，因为我哋而家即系全部基本上即系包括。唔知道，可能 first 嚟噶。咁啊，后边又听到啊，静紧晒灯嘅警车声啊。喂，恐到大佬睇咗啊！呢只咪落黑道啊？啊，直行已经有啦，应该。喂，现场嘅就系超自然现象嘅发生啊！有个垃圾桶咧，就唔知点解马路度碌嚟碌去啊！即係好似玩呢個彈珠台啊嘛，睇唔到睇唔到，乜事都唔知。咁現場咧突然間有垃圾桶啊，就喺馬路度碌嚟碌去啊，唔知咩事啊。可能今日大風得滯啊。咁我就唔理呢個垃圾桶啦。隔離都仲有個垃圾桶啊，應該都係大風得滯吹咗出馬路嘅啫。呢边继续都仲有啲超前现象啊，就系、是、个警察个 logo 唔知系同个雪糕桶分开咗噶，可能都系大风一滞啊。咁今日个即系都几大风啊，相信见到大马路上面有大量嘅杂物啊。咁啊，啱踢个啱有呢个小姐咧，就可能系做出一个挡路嘅行为啊，就踢啲雪糕桶啊。咁咧唔知点解就唔踢埋中间呢啲铁嘅嘢啦，可能惊直嘅痛啊。咁即係大風一滯啲嘢吹咗落出馬路啦，咁阿婆即係呢位小姐，啱個小姐咧就好好心將啲嘢諗住踢翻上馬路啊，但係可能見到啲比較硬嘅物件咧，就費事踢整親自己啊。今日都幾大風噶，雖然都有啲熱。現場有人吹雨哨啊，未知所謂何事。嚇！真係真係喺呢邊撐啊！呢邊直行唔係灣仔嚟嘅咩？救護車嚟嘅咋，唔使驚啦，原來係。唉，嚇親我！即係諗住即刻上翻個珠水啦，驚有啲咩事，原來救護車咁就唔使驚啦。哇！现场风势都颇大啊，见到个垃圾桶咧系不停咁喺马路度碌啊，完全唔知咩事啊！即系今日可能大风咗，有啲大风啊，今日有啲唔少嘅超自然现象发生啊！
都係近日見到咧，唔少嘅雪糕桶咧擋禍咗喺馬路，咁啊都幾大風啊！哇！今日大風到，即係連個呢個咁嘅小巴站嘅牌咧都跌咗出馬路啊！可能即係根據天文台所講啊，即將會打風啊！咁我而家除咗豬嘴先，我話好撚熱啊，戴住個豬嘴。咁相信咧，呢架的士應該想強行通過噶。睇住前面有車，前面有車，前面有車，前面有舊車。係，咁我哋又繼續行啦。哇，撚到你啊！哇，即係邊條撚樣成日同我講黑莓啊，黑莓都要做噶，雖然我唔係。咁現場其實呢度咧就人流比較少噶，比較靜啦。除咗有幾單超自然現象發生之外，都冇乜特別啊。即係例如啲雪糕桶啦，喺冇人搬動嘅情況底下，無啦出咗馬路啦。咁相信可能即係今日大風啫，咁就唔想俾啲風吹咗出馬路。咁今日咧，其實有唔少人咧想去銅鑼灣 SOHO 咧，因為購物就叫佢感謝制就去購物噶，但係就俾人即係阻住咗就俾班防暴阻止喎。咁現場繼續有唔少嘅超自然現象發生。咁咧啱就見到咧，我前面呢度咧就起碼兩至三架豬籠行過啊！咁就係呢個，係。咁我哋前面呢度咧，其實都有警車噶。咁相信呢度咧，整個冇市民行噶啦。咁今日咧，即係就有超過過百防暴就喺銅鑼灣布防啊，阻止市民入去 SOHO 呢個感謝祭啊。可能 SOHO 逼得滯啦，咁啲人就即係喺馬路度等住入去啦。咁防暴出嚟清場咁噶。即係大家如果去銅鑼灣都知嘅，其實 SOHO 對出嘅行路都迎難唔到好多人嘅啫。咁就有唔少人就去咗東角島嗰度，即係排隊等候入去呢個銅鑼灣 SOHO 啊。亦都現場係有快必嘅呢個抗疫物資站啦，同埋呢個講座啊，健康講座噶。咁應該係喺香港呢個599J 章度係被豁免噶，係可以集結噶，亦都係可以唔使申請任何呢、這個即係不反對通知書底下進行噶。咁啊，大家即係現場就報道住咁多先啦，不如轉睇下有冇事發生先啦。如果冇事咧，就停一停啦。因為我都想休息一下，即係都比較疲奔波咁樣。咁希望就冇行街影響啦嚇，因為我現場真係冇口罩。哇！現場又有防暴布防啦。水爆出咗嚟啦！水爆出咗嚟。瑞武。
啲嘅。咁咧，梁先生而家戴住穿衣彩啊，所以真系好唔方便啊！咁咧，我尽力尝试去报道啦。咁现场轩尼斯到啦，咁锐武咧同埋水奶车都到现场噶啦。咁你搞未啊？咁我呢度就睇唔到入邊房，即係封鎖線入邊係咪有人啊？封鎖線入邊有一個男子被警察啱啱就search完放咗放得。啊得得得，現場就一名男子被截查，跟住就放得完啦，肯定。咁而家相信啊，係等緊另一場大圍捕啊！歡迎大家嘅收睇《彈彈俱樂部》嘅直播啊！我係米奇啊！咁現場嘅直播就現場嘅直播就將我停一停先啦，我都想買支嘢飲啊嘛！好啦，大家歡迎大家就我呢個 PayMe 啦，轉數快啦 ，PayMe 啦，雲頭户口啦，同埋現場現金嘅支持我哋啦。多謝收睇，我哋轉頭再見啦，拜拜。